大家好，今天喉咙有点差，声带有点受伤，所以讲话有点沙哑，不好意思。来吧，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走喽。服装希望简单轻松，因为要做很久，所以你知道有经验有差。对，穿了一套 BC 的西装，很舒服。然后，这个手链经常不太戴珠宝，那这一次这个手链是查马克老师，他的妈妈在上次去屏东找他们的时候帮我别的，所以我是这个其实整套的衣服的色系是从这个手链延伸出来的。所以就当作幸运小物，对，刚刚有看到查马克老师的妈妈还有他老婆，对，所以我跟他们打招呼，希望斯卡罗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希望查马克老师可以得奖，还有斯卡罗的技术团队。OK， 好喽，有没有跟雨薇互相打字一下？我刚刚根本就没碰到他，因为我是被人家拉来拉去，等一下跟后台打招呼。OK， 好，谢谢。